照办，我也不怕照。走，我看着报纸照，是不看着报纸照。你看，就是都看了，啊、看了照吧。您这眼神真棒，睁大点儿。您高寿啊？不行，我戴着眼镜是脱脂眼镜。哦，哎呦，我九十多了，你想，还。还能看报纸，看报纸了哈。是啊，对不对？九十多了，看什么报纸？我看见了，还看了倍儿清楚哈，倍儿清楚。哎，倍儿清楚，对。哎呦，那真棒！哎，你要找就找吧。嘿，我就在这儿，怎么样？您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化工厂。哦，化工厂高温车间啊。电池乱电池的啊，一学期哦，出那电池只使一学期，嗯，扔电焊呢啊，也不是电气焊啊，得用那个气得是哦，我在那看炉子的时候，啊、那个炉子啊，有这么长吗？啊，俩人搂不过来，那么三个电机在炉子里插着。哎呦，这个炉子啊，啊，这个温度啊，你扔这么一块砖，马上就化成水了，就是。哦。扔一块石头也化成水了。是。就那个高温啊，我们要是干活的时候，那个大铁。推那个料啊，一阵电钮漏三楼上了，哗哗下来了，是耙子给它漏漏漏平了啊，这就算行了，这就算是还得低着脖，这脸不行，脸怕烤啊啊，戴着帽子低着脖就这么弄弄，看看，就这样，这干活的时候这是。干一分钟两分钟就完了，这就是啊，是啊，三个电机三个、嗯、一个电机六两个人、啊、一共六个人就行了，就是一两分钟，反正你要快着点儿、啊、里边炉子里边也不要什么好，是平了该烧着烧着的给电呢啊，夸他那个那这化成水了，他都哎呦，电视是那个白、啊、灰跟那个焦炭啊，这两个样就化成水了。我明白，化成水喽。有一我们这是二楼，这是二楼、啊、一楼有那么一个嘴儿，就流出那水来哦，流出水来。装那个铁锅，那个锅子有那么老厚啊，这一个锅盛一吨，那锅一吨，那流出电池那个水一吨，一共两吨，有那个电车呀，啊、就给吊的那个冷却带一个冷却的呀、哦，冷却凉了啊，你好自弄啊，是啊炸呀。他们单是有一个啊，一个不是一个车，一个工段吧，算是啊。他们是冷却工段，我们是这个炉子工段、哎，做电池的。对了，我就干那个有粉尘啊，粉尘太大，那么一塌料一塌炉子啊，轰，就飞出去，就是那个。又是烟，又是土、啊，反正就是那样，就是，他们也有时候给我们检查，啊、检查身体了。我什么时候退休啊？啊，89年。哎呦，那您当啊？您当时对，大爷，您当时退休的时候您60退休啊？哦，60退休啊？60退休啊？啊，您当时属于高温工作了。哎，属对呀、啊，属于他就属于高温呐、啊，应该是高温的，是55退休吧？不是，高温60也是60啊。哎呦，都我们厂，他厂子有什么规定？你不管高温低温，啊、你够60才能退休了。哎、我够60，我还挺棒的，我觉着，我说再干个1年2年的，我再退、啊。他说不行，那你到岁数就得退。您这身体真棒。啊，退休金，哟，拿6000多块钱吧，可以，啊，可以，从那吃饭啊，这轮椅就是那钱买的，这是这个是、啊、这个1000多块钱，这个椅子是是，都是不锈钢的，反正是。